蛮容易。第一个要做什么？外面这个，就多边形，然后画线，好，画完线之后的话呢，再画弧，画两个弧，然后环形阵列就完成了。所以这一题其实还蛮容易的哈，可以呢，我们来试这个，各位看一下。第一个，请你多边形，六边，好，然后呢 ，E Enter， 因为我们不是内接不外切哦，所以 E Enter， 距离的话，请你第一边。第二边拉过来多少？ 48 Enter， 好，那这边 48 OK， 那接下来画线，一、二，空白键两下，一、二，空白键再两下，一个开始，一个结束，一个开始，再按一下结束，好，空白键，善用空白键会比较快一点。接下来的话呢，画弧，绘制里面的弧，记三点。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按右键，重复三点，然后呢，第一点一，第二点就是这个弧的终点，二、三，再来做环形阵列，环形阵列几个？一个、两个，空白键，然后呢，基准点，就这个焦点。几个？六个，输六个，360度 ，OK，Enter，、OK, 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所以这一题的话呢，算比较简单一点哦。好吧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